我们饿的时候会发慌，那狼饿的时候会怎么样呢？接下来我就给你讲这个故事，狼饿的时候。作者是来自法国的克里斯汀诺曼维拉蒙以及克里斯迪贾科莫，由李明玉翻译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向我们推荐。长鼻子埃德蒙是一只狼，常年独居狼国。这个星期天，他拿着一把刀离开了森林深处的家。他想痛痛快快地吃上一顿兔子大餐。哦，对了，不要普通的圈养兔，绝不。他要的是以种子为主食，有着软绵绵的皮毛，带有淡淡的豆香，住在城里的兔子。他跳上自行车往城里骑去，他下定决心要找到一只这样的兔子。他来到一栋大楼前，扫了一眼门铃上的名字，目光停在麦克斯·欧马豆斯迷你兔五楼。哈哈哈哈哈！啊！埃德蒙很开心，他按下电梯按钮，身上还带着那把锋利的刀。在电梯里，他又整理起蝴蝶领结，因为就算一只爱吃的狼，也不能忘了优雅。可是，他竟然把刀忘在了电梯里。三楼的伙计太太刚从蛋糕店回来。啊，有一把刀，正好用来切蛋糕。谢谢。哎，谁放在这儿的？哦，管他呢。在电梯外，埃德蒙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误，他再次按下电梯按钮。刀没了。那看来这办法行不通了。他赶紧骑上自行车回家，拿来了锯子。胖嘟嘟的兔子绝对没味儿。这是住在四楼的熊大哥。先生您好，您是新的邻居吗？是的。埃德蒙面不改色地说了谎。欢迎搬到这栋大楼。您拿的不是锯子吗？没错。您想用它做什么？锯兔。锯柏树。那么如果今晚跟您借用，会不会耽误您呢？顶楼有个篱笆，我想锯掉。那就拿去用吧。不用客气。太让人生气了。埃德蒙回到了一楼。绳子，这才是他需要的工具，把兔子绑起来，然后慢慢的吃掉。电梯里，一只臭鼬抱着一个大包裹。哦，您好，是新来的邻居吗？是的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哦，您手上拿的是绳子吗？是。哦，可以送给我吗？我抱着这个大包裹实在太吃力了。看得出来。好，行吧。因为太开心了，臭鼬悄悄地放了一个屁。埃德蒙决定走下楼梯，电梯里的空气变得有点儿，实在是太难闻了。算了。埃德蒙很快回到家，拿了最大的锅，把兔子丢进锅里，然后整只吃掉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埃德蒙气喘吁吁地回到大楼，一头大母牛正在等电梯。先生，我叫长鼻子埃德蒙。新邻居呀，太开心了。哦，好漂亮的锅呀。可不是嘛。既然咱们是邻居，
那如果不麻烦的话，您愿意把锅借给我吗？可是我也要用。那真是太可惜了，我先生阿尔多一定会非常的失望。不过没关系，您亲自向他解释一下好吗？这样啊，那借给你，拿去用吧。啊，快走。可恶，可恶，真是太可恶了。啊，好吧，那我就直接烤着吃，连皮毛和耳朵都不用去掉了，整个放上烤架。这一回埃德蒙在自行车后绑了一个拖车，然后再次出发了。当，哦，眼前是拿着火柴盒的米雷特小姐。好优雅的男士，您住在这里吗？嗯，和父母一起。我自己住。埃德蒙结结巴巴地说。太好了。迷人的米雷特小姐继续说，这不是烤肉架吗？我刚好需要，谢谢您，友善的狼先生，希望很快再见到您。啊，够了，我要生吃了它，涂点酱料就行。埃德蒙顺利地来到了五楼，没有遇到任何的邻居。兔子的门上贴着一张小小的便条，我在楼顶，兔子。亲爱的兔子，我要上去吃你了。就在这时候，他来到楼顶之后，你猜他看到什么了？哟，这是我们的新邻居吧？快来加入我们吧！来吧，优雅的新朋友。你还自己带了芥末酱，他可真是个好邻居呢。是啊，靠近点儿吧，我们又不会吃了您。这之后，你知道故事是怎么发展的吗？他们一起度过了愉快的一天。再然后呢，长鼻子埃德蒙把他在乡下的屋子出租了，那是因为他已经搬到了城里，变成了一只吃素的狼。当然，还记得那只狼小姐吗？她和长鼻子埃德蒙相亲相爱的结婚了，而长鼻子埃德蒙这只吃素的狼也变成了好邻居友爱协会的主席。喜欢这个出人意料的故事吗？嗯，我相当的喜欢。